刘培源的英文教室正确发音篇第79集 Chaos 就混乱、这个字它是完全不卷舌 Chaos、A 这个 A 不卷舌，这 R 卷舌，所以这个舌头会很麻烦。 Chaos 混乱、意思我们待会再看一下，所以我们不要只看那个发音，我们连它的意思造句我们也顺便看一下，这样英文才会全方位。那这 chapel 是小的教堂，小的礼拜堂，不是教堂，礼拜堂、比较有的私人家里面、私人就有 chapel 大卷舌 chapel、小礼拜堂 chapel。像我们一张一张书里面一张一张 chapter， 或者大西洋宪章啦，那宪章 chapter 也是大卷舌 chapter。然后我们说个性啊，一个人的个性或者什么特质 character 也是大卷舌。那这个呢就是魅力，我们一般讲有魅力 charisma。这个是短音带那个耳的音 charisma， 不是 charisma 啊 charisma， 所以这种音就是老外他们很特殊的音啊。那我们这种音念不会的话，就很难像老外念的那么漂亮。charisma 啊，这五个字啊，这是我现在六个 YouTube 频道。混乱是 chaos， 小礼拜堂是 chapel。书的一张一张 chapter， 个性特质是 character 啊，很多老外也念，他不念 character， 他念 care 啊，很多他在第二个音节以后就变成character 也有啊 charisma 啊，那这种就不能改成 charisma 就不行啊，就有重音的就不行 charisma 啊，魅力啊。那我们看看意思啊，什么叫 chaos？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一方面让你从英文去了解意思，一方面如果你需要跟人家解释啊，所以我们要解释英文的能力。你不要光是会背这个字知道它意思，可是下次有人问你说这什么意思，你要讲得出来，那你不能用中文讲，你要用英文讲啊。 Chaos A state of total confusion with no order。 State 你不要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州，美国一个州，它也可以是一个状态啊，所以一字多义很重要。一个状态，什么状态呢？是一个 total confusion， 完全的一个混乱、混淆，搞不清楚方向啊。With no order， 也没有秩序，也没有方向，没有秩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中文讲混乱啊。但是混乱就两个字啊，所以我们的字典常常就两个字啊、一个字啊、三个字啊。可是我们用英文都是一串的，你看下面这一串呢。所以解释的越清楚越好，所以我们可以训练自己 A state of total confusion with no order、当中我们不需要背了，就是了解它意思，那你可以用你的方法去讲它、那我们看造个 句子、Snow and ice、雪和冰，冰与雪之争、have caused chaos on the roads、所以 chaos 也可以是战争造成的混乱，也可以是天然灾害啊，天灾人祸都可以造成混乱啊，也可以是政治政坛上的混乱，反正就乱七八糟都是可以让混乱啊。但你不要说男女之间乱七八糟关系，那个就不是 chaos。当你硬要用 chaos 也可以啊，反正就混乱。Snow and ice have caused chaos on the roads 啊，因为它有很多种混乱嘛啊，可能这边是摩托车撞到那边汽车塞车，那边是卡车怎么样，所以加 S 啊，那不会只有一条路 chaos， 有很多路所以都加 S 啊，就是冰和雪呢啊，路上积雪呢啊，还没有融化叫冰吗啊，积雪然后变雪嘛，再变水嘛啊，冰雪变在路上造成混乱啊。 Snow and ice have caused chaos in roads 啊，像 chapel 就 a small buildingOr a room， 这是一个小的建筑物或者一个房间。Where Christians go to pray， 基督徒呢去祈祷。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啊，就是参加一个宗教的一个啊一个仪式啊一个活动或者一种服务等等 etc. 等等。In a school, prison, lodge, private house, etc. 都有，学校也有小礼拜堂啊，监狱里面也有啊，监狱那个邀请那个牧师啊啊神父啊啊去听你忏悔啊啊，那帮你祷告啊。尤其是临终的犯人啊，要枪毙的犯人啊，要电死的犯人啊，要帮你开脱一下，这个听你祷告啊。然后大的这个私人的房子，像那部经典名片那个《An Affair to Remember》啊，《金玉盟》里面男主角他的奶奶在那个在一个岛上面就有一个啊，他的住的地方。在山上就有一个 chapel 啊，在里面，所以那部片里面有演到很多，啊，不过那部片也很仙呐，他演他奶奶，看起来好像有点像啊，就是年纪了，他实际上呢，他两个才差不到20岁啊，将近20岁，他演奶奶，因为那个女的看起来就是化妆弄得特别老，演他奶奶，男的演那个已经50几岁，跟女主角20几岁，可以当他爸爸了，结果看起来也还好啊。这一对恋人其实50多岁了，卡莱格伦。A small building or room where Christians go to pray,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etc. In a school, prison, large private house, etc. 它就有点像我们那个东方人家里有那个佛堂啊，只是佛堂比较小。那 chapel 是一间独立的啊，可大可小，里面也可以只。就很小啊，也可以稍微大一点，看那个家里的情况啊，大小。所以 chapel 外国有时候会有啊，那私人就有，那监狱里面也有，学校里面也有啊，都有。My father built a chapel in the backyard. My mother prayed it and it sometimes. 啊，我父亲呢就在后院里面建了一个啊，建了一个这个小的礼拜堂啊，因为很小嘛。啊，有时候几平方米就可以了啊，有时候十几平方米都可以啊，随便看你家大小，空地的大小。然后我妈妈呢，常常在里面偶尔呢啊，有的时候在里面啊祈祷啊，或者一个在里面静一下。My father built a chapel in the backyard, and my mother prayed in it sometimes. 啊，我们念 chapel， 这个小的要念 small， 不要念 small 啊 ，small 大卷舌 small。所以我们在念的时候你也稍微听一下它那个发音啊。Chapter 是 Any of the separate parts into which a book or other piece of text is divided usually given a number title， 就是任何一个 separate 分开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是一章嘛，一本书，比如说10章15章，少的话7、8章一章啊。所以书是呢一本书，然后分几章，每一章分几节，那个几章叫书叫 book， 一章叫 chapter， 然后一节两节叫 section， 然后呢每一节呢又分几个段落啊，几段文叫做 paragraph， 然后每一个段落又有多少个句子叫 sentence 啊，那 sentence 每个句子又有多少个单字 words， 所以从 book chapter section paragraph sentence 到 word 啊。那最后当最原始的这个单位就是 alphabet 啊，就字母啊，这样子一连串过来的啊，这是一个独分开的啊独立的部分啊，就是一本书或其他的啊，就是一些文字的啊，它是分开来的，它通常会有给它一个号码啊，或者一个名称啊，第八章啊。啊，什么名称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快爆发了啊！第三章啊，类似这样的。Any of the separate parts into which a book 啊，你不要念 book 带耳的音 book or other piece of text 啊，这个 text 卷舌卷一半 text is divided 啊，很多老外念是 divided 也可以啊，音标是 divided， 那很多美国人念成 divided， usually given 啊，这是带耳的音 given。啊，不是 given 啊，所以给原形动词是 give 啊，不是 give。A number 啊 ，number 是不卷舌带耳的音 ，number 啊，不是 number 啊 ，number or title 啊，一个句子。There are 11 chapters in this book 啊，这本书里面有11章。
7-11， 那很多美国念是 11 啊，不再念 11， 念 11， 所以很多音都会变调啊，变调。像在下面，它不念 below， 念 below 啊。Sunday， Monday， 不念 Sunday， Monday 啊。There are 11 chapters in this book 啊。当然，美国音有很多了，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美国音，全世界也没有一个标准的英文啊。当然，伦敦那边说它是 King's English， 英国王的英文啊。但它是英式的发音，那现在是以美国发音为主，美国也没有标准的发音，说到底哪一个美国人讲的是标准的，没有，都很标准，但是都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它东部音西部音就差很多啊，东部是比较接近英国音啊，那西部就是很美国化，那尤其西南部那个像那个以前演那个西部片的啊，就南方音，哇，南方音差很多啊，他们的那个音那腔调很重啊，所以美国50州啊，本土48州，海外2州啊，海外阿拉斯加跟那个啊，这个跟那个什么啊，檀香山啊，这个就不管了啊。但是美国本土48州，哪一州可以代表呢？没有代表。那你说电视上 CNN 能代表呢？啊，也不见得。CNN 是比较偏向英国音啊，所以他们也分很多种。Character 就是 the particular combination of qualities and a person or place t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from others 啊，就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组合 combination 一个组合。但是 combination 呢，除了是组合以外，也可以是密码锁。combination 就是那种不用钥匙开的啊，就是用手去转的啊，它号码，比如说5326758啊，这种要只有你自己知道啊。号码对了，它就打开。那种是密码锁啊，或者是保险箱啊，要开密码。所以看，因为它是一种组合嘛，排列组合，密码就排列组合嘛。所以 combination 说是啊，一种特殊的组合以外 ，combination 组成也是密码锁啊，意思就是它是一种很特殊的这个 quality 的一种特质啊，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人或地方都可以啊，这个地方很有 character， 很有特色，人很有特色，很性格，有特殊的这个它的 quality， 它的特质，它的组成的部分。That makes them different from others， 让他们跟别人不一样，有特色。比如说 ，he possesses greater character that he likes to help out people 啊 ，possess 他拥有啊，我们不要老是用 has、have、is、are， 不要老是这种，我们动词要常常换。句子也，所以我们造句句子也稍微写长一点啊，至少7-8个字以上啊。那当然，我们这个造句呢，就是写的不长，为什么？就是因为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不然可以写长一点啊。我们一般亚洲人写句子，第一个都是翻来覆去就那几个字啊，动词，尤其动词那几个字啊，一般的名词用的不多，也不够精确啊，句子都短短的啊，文法结构简单啊，然后还有一大堆错误啊。He possesses a great character that he likes to help people 啊，他喜欢帮，他助人快乐之本，喜欢帮助人家是他特质。Charisma, a special power 一种很特殊力量 that some people have naturally 有人很自然的啊拥有他天生的。那因为这个魅力呢，这个很难后天培养，后天培养占20-30%啊，大部分是天生的。所以明星啊没办法造就，很难学。有人天生就是明星，有人一辈子他就是没那个明星的范儿，我们说明星范儿。That makes them able to influence other people， 可以影响别人 ，and attract their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可以吸引到他们的注意力以及他们的崇拜 ，admiration 啊，崇拜也是跟 worship 有点像，就是很羡慕、很崇拜、敬仰。A special power that some people have naturally that makes them able to influence other people and attract their attention and admiration. 造个句 ，The famous actress has great personal charisma. 啊，那个女明星呢，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个人的一个魅力。明星就是明星，就不一样。就我看过有一些本人呐、啊，我本人看到一些明星，那真不一样。那从远远的看。啊，比如说从10公尺外，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不一样啊。除了漂亮，就奇怪，他因为美女很多，可他就除了漂亮，他一笑，他一笑就跟别人不一样。走近一看，也不是说美若天仙，他就是有那个范，就是会被电到，这很奇怪，就是这个化学效应很奇怪。
The famous actress has great personal charisma. 比如说有一次在电梯里面啊，刚好我在的地方刚好那边有时候明星进出，就看到电梯一出来林青霞，哎，她对我一笑，哇，他妈真的是被电到。你说她特别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也不敢讲，就是不一样，就跟一般的美女就是不一样，这个言语无法形容啊。我目前有六个 YouTube 频道啊，这个都是名称在这边啊，所以我看过很多明星的本人呐、啊，这个不一样，这个长得不一样，那讲话有的差一点了，有的这个一张嘴就不一样了啊。但是有的明星就很好，像比如说白嘉莉，我听过她声音啊，就是一对一啊这种讲话，但是那个讲话是令人心旷神怡、啊，很有礼貌，声音又好听，这个好几天忘不了。啊、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例句再念一下 ：chaos 混乱 ，snow and ice have caused chaos on the roads. Snow and ice have caused chaos on the roads. Chapel 小礼拜堂 ，My father built a chapel in the backyard of my mother pray and at sometimes. My father built a chapel in the backyard and my mother pray and at sometimes. 啊 ，chapter 一章一章。也可以是大西洋的宪章、啊、There are 11 chapters in this book. There are 11 chapters in this book. Character 特质 Character He possesses a great character that he likes to help people、啊、这 help 卷舌卷一半 Help 不是 help 也不是 help、啊、Help 卷一半 He possesses a great character that he likes to help people. Charisma 魅力That famous actress has great personal charisma. That famous actress has great personal charisma. 啊，讲到这里。